现在才看到你有造型，你现在有看我戴了一个吧，就是非常厉害的一顶小帽子。为什么今天要这样？大家叫你花圈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用造型直接了当啊，这样多好看，美死了，美翻了，谢谢你的赞美啊。好，你平常会看 YouTube 影片吗？我会啊。什么？例如？法眼黑与白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在讲各个台湾那种刑案啊，杀人的、分尸的，什么鬼的？对，姐夫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我就很想看一个节目，例如，就是有一个老外，他是 YouTube 的影片，对，他是专门在教画画的啊，他就是一张白纸，然后他就这样用点的点的，然后就变成一直点来点，就变成一个一幅风景画。好了，但他讲英文，他是爆炸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爆炸头那一位，不是。我也认得他，因为我以前还蛮爱看的、啊。真的，对，重点是他讲英文。Oh no！ 好了，嗯，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井老师英文好不好？我非常烂啊。气候，我的台语都讲不好了，何况是英文。气候，气候，就是台湾人的习惯，中文人的习惯。我们你看影片就是要有字幕，好像是哎，没字幕会死。又会又没有人要看，对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为什么？对、啊，哎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哎、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字幕的话，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那个东西，然后自己就不想看了，你就硬要加一点什么才可以。老实说，今天的节目啊，讲十句话就结束了。What？ 但是要我算，我现在开始算你十句结束，我们就看你是不是十句结束。没有，真的很简单。好好 OK， 好了，那好了，告诉大家，你今天到底要教大家什么？教大家什么是不是？对啊，按赞、分享、小铃铛。按赞、分享不是？订阅、分享、分享小铃铛。如何在你的 YouTube 网页上开启翻译功能？哇塞，太棒了！那等于说泰国的节目我也看得懂喽。翻成中文。芬兰的节目我也看得懂。芬兰讲英文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就是那种很诡异的那种节目，就是以前我想看，但我又看不懂，然后就把它舍弃的那种，我都可以看懂了。阿拉伯国家的节目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太棒了！赶快教我们怎么弄呢？对，怎么弄？好，我就说这节目真的很简单呐、啊。对，你现在已经讲第三句了，你还有七句。什么要被攻击啊？没有要被攻击。好，那请你把你的游标移到我们影片的右下角。好。移到右下角之后，你会出现一个横霸，你就会看到一个类似像键盘的东西。对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，大家应该看到。好，好，好，点下去，点了吗？点了没？点了，点了。好，点了，点了之后，你是不是看到字幕出来了？有，我看到了。如果是不是中文发音的节目的时候，就是完全就是国外节目就对了。对，你这时候出现的就是英文字，英文字幕嘛？对，看不懂。对啊，那不是白搭，我还是看不懂啊！我要中文字幕怎么办？嗯，现在你看到键盘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齿轮状的东西？啊、圆圆齿轮状，还有一个上面写个 HD。哦，有有，好有是吗？好、嗯，点下去。好，点下去之后呢、嗯，大家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字幕的选项？有。在干嘛？你在拖时间吗？快点！好啊，有我有看到有哦。那旁边有一个箭头，你就把它点进去。有箭头吗？嗯，有。好，把它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，你就看到哇，最下面有一个叫做自动翻译。哦，所以是要点自动翻译这个吗？你就看到你要选取你要的语言，语言，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看中文，繁体中文，对，你就中文点下去。欸、对啊，它就变中文了耶！噔噔噔噔，太棒了！对，是不是很简单吗？非常简单，阿姨啊，真的太棒了！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，学会了，我学会了。嗯，耶！现在你就可以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，你就可以看到中文翻译了。太棒了！那我可以看好多节目。是，但姐夫问题来了，哎、欸，是手机的话怎么办？手机的话怎么办？对啊。他的方法一样很简单，不过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告诉你。好，还要等到下一部哦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阿金，我要来跟你找时间来看你礼服，我觉得好好看哦。我等一下再问你，你租礼服的那个好不好？租礼服。对啊。租礼服就是要到派比迪啊。